Itsogoo 用最纯正的爵士说唱饶舌，探索不一样的可能。已成军十年的北京说唱团体 Itsogoo 2017年带助他们第三张专辑《宇宙岛民》隆重回归，并成功入围第七届阿比路音乐奖年度最佳说唱专辑。今年2018年将专辑的歌曲精选挑选八首与新生代最具有实力与代表的华人嘻哈音乐制作人合作，推出宇宙岛民 Remixes， 在此为中文说唱乐带来不一样的可能。Itsogoo 的宇宙岛民这张坚持中文说唱不一样的可能性十年之久的新作，为真正的中文说唱乐迷带来了新的方向与启示。这次推出全新的宇宙岛民 Remixes 专辑，无疑正加速探索出不一样的可能性。由宇宙岛民中的节奏制作原班人马 Major 唐人 T Solo Speak Eddie BX Snare Loop 和 Alien Key， 另外邀请已拥有十年 Beat Making 制作经验的 Monk Louis，以及来自广东久负盛名的嘻哈中坚力量经纪神团体中年轻有为的制作人56 Loopy 操刀，呈现了这张耳目一新的混音专辑。区别于原作相对统一的风格，宇宙岛民 Remixes揭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嘻哈世界，表现出爵士嘻哈中所蕴含的力量、活力与多样化的技巧。在这里 ，Chill 是主题。Remixes 的制作者们摇身一变化身成为一支爵士乐队中的领队，他们不再照本宣科，而是任由即兴与变化肆意滋长。于是宇宙岛民 Remixes 弥漫住轻松自由甚至有些顽皮的气息。 Itsogoo 说这是团结的想象，是的，这不再是 MC Beatmaker 们简单的协作，而是所有热爱爵士乐、灵魂乐、嘻哈音乐、自由、真实与自然热爱者们团结于美好音乐中的大胆想象，为这日渐模式化的刻板生活增添万般可爱的色彩。宇宙岛民 Remixes 专辑的制作人 Alien Key 和 Snare Loop 皆为 Itsogoo 的成员。此外，专辑力邀06位最具实力的嘻哈制作人加入其中。